无嘛，我歹势啊，喜欢换啊，挂只目镜呢，敢掠人个，啊，毋知影掠袂掠。嘿啦嘿啦，啊，毋知人当做讲咱敢失明嘞。你们都礼拜三练气对不对？啊？礼拜三练气，记得。礼拜一。礼拜三是试上那个史盖迪的那个铁佛神啊，铁佛神啊，关嘛、啊，关就是指关了、啊，也、欸、没有了、啊，那个就是通有关通信的问题。哦，铁佛神啊，那个通信。对啊，观察的。哦，那个那个网络那个真的很难啊，对不对？那礼拜五还是早上练还是晚上练？晚上的。有练保平气吗？啊？有练保平气吗？只是观想啊，这个光怎么加持啊？这样，就是老师有在讲说，怎么在运行，怎么在绕这样。没有，这个就是从这里啊，然后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在心里记录。你也是在思维啦，你是在胡思乱想啊，在思维。没有思维，那就乱思维啦，乱想。那这个要专注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专注。就是世间以前经过的杂事太多，以后就会这个人到地以后就会不由自主。